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消息称，8月4日，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东京举行专场记者会，就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等全面阐明我严正立场。现场回答中日两国媒体提问，日本共同通信社、时事通信社、NHK 电视台、富士电视台、TBS 电视台、朝日新闻、日本经济新闻、每日新闻及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总台央视、中新社、凤凰卫视等近20家媒体线上线下参会。孔铉佑大使针对日方涉台消极动向和佩洛西即将访日表示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恢复邦交的前提和基础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间基本信义，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对此有明确规定。历史上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，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，希望日方牢记历史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郑重承诺，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，尤其要认清佩洛西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图谋和严重危害，避免佩洛西访日期间出现消极事端。针对 NHK 电视台、凤凰卫视等关于如何看待佩洛西访日、如何评价日本近期关于台湾问题表态的提问，孔铉佑大使表示，此前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，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，中方已表明坚决立场，做出强力反制，中方将持续关注佩洛西日本之行涉华涉台动向，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所谓共同声明，抱团发出错误信号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，违背国际公理常识，我们完全不予接受，表示严厉谴责。我们敦促日方认清佩洛西访台的严重危害性，恪守在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中的承诺，不要盲目追随美国，不要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，停止以任何方式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